猪妈，我喜欢吃猪妈。马铃薯啊，猪妈。爸爸好像猪妈，因为妈妈也戴帽子，所以想要有一点猪妈。什么是猪妈？马铃薯。可是父亲节卡片，对不对？还是母亲节？母亲节地图卡片吧。母亲节地图卡，这个去哪里？你搞手小啊！你搞笑啊！你搞手小，搞笑。什么东西？你把自己画得太美了。没有，你本来就很美。叮叮，我要帮帮。我自己打一针。为什么？你要帮忙打一针。你要想好痛。好痛耶。这是谁？妈妈。妈妈捡马铃薯了。那是什么？是开花了吗？妈妈，我当然是啊，这个是一个洞。OK， 长出叶子来了。骗你啦，那个就是玩具。哦。这边有一个，这个它会扭，它扭屁股。哇，那好像是电动仙人掌那个。对。对哦。但是它是橘子的。哇，那还有一个叶子。它是橘子，它是电动橘子。要按这个它就扭这边，不按这个它就扭这里。OK。爸爸，我喜欢爸爸，爸爸，我爱你，爸爸，你画成这样子，你们很帅。